如果大家久坐不动，那身体有点重缓的话，可以学一下我们的螃蟹步。我们这个动作的话呢，要想象成那种，什么木偶，木偶你知道吗？就是吊起来的木偶，动作是，转手，转圈，再转手，摸摸空气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学会了吗？这么难，怕是学不会了。是吗？那我教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啥来着？先试遍，再来问老师玩一圈吧。这个也算是我们里面的招牌动作吧，算是有会好几个会出现这样的。I'm not your girl， 就这样。我现在嗓子有点哑，五天哦，我都五天都没怎么见过床了，看我还有活力吗？为了给大家呈现一个非常好的舞台，我们现在所有人都还在加油。现在早上10:29，我们昨天其实都是到早上6点才结束，然后刚刚已经出来了，所以期待我们的舞台吧。